三日，笑傲狂魔设计凯在微博放出自己和女儿波妞的自拍照，必配文带着对于所有事物无比好奇的小波妞出来吃早餐，东看西看看不完。照片中波妞肉嘟嘟的粉嫩小脸十分可爱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望着镜头，萌坏众人，初具规模的精致五官，这是完美继承了妈妈贾静雯与爸爸修杰楷的高颜值基因呢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表白，小修修你好呀，好像爸爸。